为什么是软软的？世界的在乎不会爱他。这是餐盘。好可爱的餐盘。这个是金鱼耶。对呀。嗯。那个杯子。哦。老板在看你了。这个帽子几百块。哦。我看有好看吗？嗯。哇，怎么是棒？棒。等一下，那个是哪个小孩的？这个我长，这个现在看。320。320。哇，这个熊！你看这个海豚很好看耶。哦。第一说要哎。你看，你给妈妈看那个章鱼的手。你赶快给妈妈看章鱼的手。对啊，你手伸进去。对啊，你示范给妈妈看。这个章鱼的手。那个章鱼的手会动啊，它还会抓人呢。妈妈最喜欢吃章鱼。吃一只冰棒吧。可是这个我打。对。还是带这一个小海豹。不要啊！你看这个这么帅，还有恐龙的耶。那我想要恐龙。这是三角龙的。那我想要这个。啊。要带看看吗？你去带镜子。哇，你看。这样你要去小人国可以戴帽子。有人，这一戴帽子。那这一戴戴，等一下出去就关。因为我们还在，我们就戴这